转载自百家号作者桃子重返体大两家达亚运会百米决赛，苏炳添全程领跑，以9:92摘得金牌。苏炳添的效益有多么强大？百米决赛是央视亚运会各项赛事中收视率最高的，超过了泳池内的孙杨。昨晚进行的男子四接力半决赛，苏炳添与队友默契配合，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对于半决赛，苏炳添的评价是，今天主要还是速度没有扫整好，相信大家跑完今天的比赛心里就有底了，明天应该会更好。比赛当天也是苏炳添29岁的生日，苏炳添的效应不仅体现在网络和电视上，还体现在赛场内。当看到生日蛋糕在热身场等着他时，苏炳添插上了三根蜡烛庆祝自己即将奔三。在许下愿望后，苏炳添开始给大家分蛋糕。作为一名能更长时间保持高竞技水平的运动员，苏炳添烟酒不沾，并且对于饮食有着极高的要求，大部分时间只吃对肌肉增长有益的食物。当然生日蛋糕必须排除在外，苏炳添没有吃一口蛋糕，但他主动把蛋糕分给中国队的工作人员。此时热身场内正在进行恢复训练的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凑了过来，大家纷纷跑过来和他合影留念，祝他生日快乐。苏炳添也把蛋糕分给了这两支代表队的工作人员。热身场内的热闹也吸引了志愿者的目光，看到志愿者纷纷望向这边，苏炳添热情的要求志愿者们分享蛋糕，分享喜悦。志愿者们掏出手机与苏炳添合影，通过拍摄视频祝福苏炳添生日快乐，期待着苏炳添能够带领队友在雅加达亚运会男子四接力决赛的赛场上力压日本队，为中国军团再夺金牌。